友软体，它最受欢迎。最受欢迎交友软体第一名是下列哪一个 ？A. Tinder, B. Picture, C. Goodnight。它特别在于是说，我是先跟你通电话，其实从声音你可以稍微听得出这个人的大概的样子。很多人声音磨人，你根本听不出来本人长。像你就是声音很好听，人长得也很帅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《全民新攻略》。